玲玲，你醒了。你爸丧事过后你就病倒了，现在好了，终于醒了。妈，糖糖呢？糖糖，你别恨了，妈把糖糖送走了。在这个世界，我没有结婚，而是捡到了一个女婴，妈，取名糖糖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但是在另一个世界，糖糖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不可能留下她不管的。你爸突然就这么没了，剩下咱们孤儿寡母，妈这也是没办法。那我就自己去找他。玲玲，我已经安排了你和孟厂长的儿子相亲，你这带个孩子怎么相亲呢？你要是嫁进孟家，妈才能放心。你好歹看看。是他。